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欧罗。好，这次来玩鱼人精的紫皮了，灰剃矿，这个皮肤确实是很帅。好，跟我搭档的是歌剧演员。OK， 叫敌方阵容：宙斯、小女孩、祭司、律师、前锋、宙斯、牧师。哎，我这个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玩了，这个鱼人精，所以呢，好像有点生疏了。因为我最近都在狂玩时空之影，我只要玩三场就是领奖励的时候，我就会玩时空之影，因为我觉得时空之影确实好玩啊。因为之前一直狂玩鱼人精嘛，所以现在就换个口味。不过现在既然是抽到的话呢，就玩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来试试看到底怎么样。好 ，OK， 这个是前锋，非常的皮。跑去哪里了？好，我们的这个歌剧演员的皮肤感觉蛮漂亮、蛮华丽的。好，我身上的这个金属感呢，其实是做的蛮好的。哇，三个全部都中，超划算呢。好，这是宙斯，他似乎有开宝箱，开到了魔术棒。然后这一位是。好，这是檀香。好，我已经得到了一个嘲讽，干得不错。但是也许他是在指定方位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在嘲讽吧。对，好啦，我应该是必须要再努力抓到人，快速抓到人，才能得到队友的认同，是不是？啊 ，But 人跑去哪了？这前锋哦，在这里。哦，我刚才在狂绕，不知道瞎绕个什么劲儿。好，打到了前锋，他跑掉了。如果够有骨气的话呢，就不要带信封。但是我还是带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换人追追看。好，这个是小女孩，先抓起来，补一下，怎么样？赖不赖吧？这样也行。好啦，刚刚结束无谓的绕来绕去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应该要觉醒了，是不是？买一下恢复剂。好，要认真起来了，要不然真的会让人家看没有啊。好，这个先干扰一下破译。破译掉了，好吧，破译掉就算了。我们要回防小女孩，回防小女孩呢至关重要。好，这附近一直有耳鸣，先来丢一下。哇，丢到树！好吧，算了，还是来得及了。用到了谁？前锋？那干嘛？不懂哎。这个节奏他没有抓好。好，下一位。木偶师，他节奏抓得不错，但是也是挨了蛮多下的。好，那时候先抓前锋。有枪吗？我认为他好像背后是枪吧。好，然后前锋被抓了之后，那么小女孩直接传送走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我没想到他有这招。对，直接传送走，这样的话呢，他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。那如果这是时空之影的话呢？哇，那就有趣了，可以直接追过去。但是现在玩的是鱼人精，就不要想那些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我现在存在感解锁到最后了，所以应该是莫名其妙解锁到最后了，是理论上来讲应该会变得比较强一点才对。好，没回到。可以哦，哎呀，路易来了，然后前锋被救掉了，好，这是谁？这是前锋先拉一下，再补一下，这怎么看呢？应该都不会赢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觉得妄自菲薄，是不是？来喽！是不是只要再一下？这样也行。我这样反应很迟钝我很生气。
不行，我再扳回一城啊，不然我的队友真的会恨死我。难得穿了这么帅的皮肤，是不是？然后还这样子，这样真的不行。好，破击剩两台，好歹先废掉一个律师嘛。来哦，我准备好了。哇哦，宙斯哎，用周香用一层。哦，帅！我想说，三层周香也是要留到过年是不是？好，又打到了一下，又打到了一下。哇哦，这前锋可以跑了。好，他跑了，是撞吗？没有，他直接绕跑，因为他会怕，恐惧已经支配了他，所以他必须倒了。好，目前飞了一个律师，然后哇，破译掉了，破译掉了、欸，这就有点小尴尬了。好，前锋应该有人会来救，另外一个前锋来救。来哦，来哦！撞一下，这可恶，差一点。回防还跑掉，但是没跑远。哇，这个歌剧演员其实确实是玩得很厉害，玩得跟鬼一样。哎，还好，哎嘿，又捞到了一个。太好笑了！哦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还不赖，还不赖。这次的盖得不错呢，我觉得是夸奖了。对，我已经感受到夸奖的感觉，而不是嘲讽的感觉，所以还不赖，还不赖。你看他现在讲说你来说我去追击了，所以是有在按照逻辑在发言，而不是无脑讲盖得不错。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赢吧？我想，我这样守株待兔的方式，来哦，来。开了一枪还是倒，就问你亏不亏？好，现在买个东西，加速助燃、愤怒、速冻瓶，好，都买了。OK， 来吧，会救掉。哦，先放椅子。好，过去了。小女孩要来救吗？开枪假装一下，我假装一下你就中计了是不是？哎、欸、真的好骗哎、欸。好，又捞到了一个。哇哦，这是钓鱼吧各位，这是钓鱼。哦哟，差一点。好，可以不要倒一个了吧，会怕就好。此时小女孩若飞我们就赢了、欸。有没有觉得很意外？惊不惊喜？好，目前的小女孩快飞了，我们这样还能赢？我们这样还能赢？我甚至都还没开始，我甚至都还没练完手、欸，哎，都还没熟悉、欸，哎，感觉没抓回来就赢了。好，主要是队友蛮强的啦，真的，队友造了蛮多的。要不然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赢，但是呢，刚刚的计谋呢，钓鱼计谋呢，用的非常不错，对，很多人都直接白白送上来了。好，现在哎，人数众多吗？应该来不及了吧？在哪里？在里面吗？好，我来看一下。这样子的话，应该他会跳下来吧？如果跳下来的话，我可以直接给他埋伏。但是前提是要抓到前锋没那么容易，必须要先震折一次我才能补刀。诶、欸、直接走了、欸。好吧，我们下期见咯，拜。